站在台九线的山站大桥上往海边看，沙滩上一座座突兀的装置，就是沙滩车业者放置给游客拍天空之镜的网美照设施。而这套最新的玩法，从登天楼梯到借镜卡位，每天都会吸引好几百人来尝试。有些客人他会希望有很好的照片，那我们就发挥创意，让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摄影的乐趣，还有一些创意的不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会吸引客人来这边啊，因为我觉得海景拍起来很漂亮。但这些装置却引起一些在地民众质疑，业者经营沙滩车在防风林与沙滩上奔驰，已经对环境造成伤害，现在却又放置这些图物设备，让人质疑到底合不合法。国有的财产不是你私人的啊，如果是你私人的，你可以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都破坏了景观，而且另外最严重的就是他们那个沙滩车哈，把那个海边这个林地啊，还有溪床啊，都严重破坏。县府观光旅游处则是表示，基本上只要是有办妥工商登记，还有为游客承保意外责任险，并提有相关救援计划的沙滩车业者，是允许他们在此活动。至于拍照的设施，也因非固定性，因此并无违法。业者只是为了流程的丰富性，还有就满足这个现代人网美拍照的这个设施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永久设施。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还不认为它有涉及法令的一个行为。至于在防风林的沙滩车，林务局则是在20号与业者在县府召开过协调会，在不伤害树木的前提下，建议县府将开放的场域做适当规划，如果业者有毁损林木的事实，会依法就办。远视新闻综合报道。